很多人不愿意承认，谎言是我们生活中不可缺少的。亲爱的，你身材太完美了，你是我见过最美的女人。你的演技只有一次机会，没有 camera， 没有 action。那我能知道一下薪水吗？服化报销，月薪50000。那工作时间呢？全天24小时待命。你老婆在来的路上，你还有5分钟可以下楼。我有个小金库，大约有50万，你就帮我一个小忙。我们跨省服务是需要加收20%的差旅费。我用我的信用卡为你买票，在南陵市为你订好房间。你带上我的临时身份证，带上现金，不要刷卡，要刷就刷我的。我变成你，你变成我。他好像死了，我该怎么办？你已经犯法了，我帮不了你。开房用的你身份证，刷的也是你的信用卡。你就没有意识到你已经杀人了吗？想办法找个人顶罪。有人死了，是你儿子杀人，人家也有电话。